线条是设计空间时最重要的元素之一，它能让空间变得更立体饱满，增加视觉上的层次感，让空间实现流通与交互，也实现空间距离的调节和视觉平衡。无论是平行或纵横交错的直线，还是柔和流畅的曲线，都将决定空间对外呈现的整体美感。现代感的三轨灯饰配上大理石纹路的屏风设计，体现了搭配双色调的视觉美感，让整体空间显得落落大方，给人一种大气感。波浪款线条搭配大理石纹路的设计，呈现了温柔优雅的主卧室。经过设计后的楼梯处屏风和隐形门，加上追光流水线的 LED 灯，把梯间的整体视觉感大大的提升一番。屋主还额外搭了个假阁楼，增加了孩子们的活动空间。行线条可让人们的视线随之旋转，具有更独特的动感效果，从中营造个大气时尚的厨房空间。我们相信精心的规划能使空间变得更舒适，提高生活质量，以及聚集温馨又有能量的理想家园。